头上。什么头上？对，鱼头上，我是这样子。他的又给我长在那个墙壁上面。我在想，我在复一个稿子哦。22，我的天哪！什么22？我踩到地道了，好舒服、啊，好舒服、啊。干丝绸之柱，沙桥。啊，烂掉了这个稿。丝绸之柱，可是我这个可以跟那个我原先的去合成，合成就是效率5嘞。有用吗？欸、你要不要合成啊？那身上还有7的。感觉还好、欸、感觉还好。要、啊、不然就留着、啊，留着算了。不然到时候也可以把负面洗掉。丝绸之柱真的是没有那个必要弄这么高的效率。呀，好多钻石。把钻石拿去烧，变回煤炭。变回煤炭。一组多一点，还不错。那应该占三指一。四个子段应该差不多。不、哦，两红一紫，两红两紫。变成74块了，这是金矿。那、啊、你现在石砖有多少？石砖？嗯，石砖。你是说哪个石砖？你现在用来当建材的那个石砖。我不知道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看一眼。都是很散的放，所以说我要把它整合一下。你要不要来看一下？你要我看什么？边。左边的那个，好，这三板岩是真的没了吗？都，嗯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些三板岩，还有，你注意一下三板岩，又有人在丢三叉戟呀、啊。哎、欸、干！哎、欸、干！等一下！为什么要挂掉？先不要，是我要挂了。干！先不要哦。
完了，我被那个，我被告示板害死。告示板是什么概念？我摸到那个告示板没有举盾，那我没有举到盾。哎、欸，让、啊、我出牌嘞！哇！哎，妈的，一定会出问题。再去盖一盖，这个应该可以把那个围墙盖到三格高，然后准备盖起来。你也太准了吧，真的。这个放置身停，放上去的声音好。突然间加入我们了，哎呀，不是抛弃我们不玩的吗？突然想玩一下，刚好我们要去挖矿，你要来帮忙吗？对啊，那我要先回家。哎呦，这里变得不一样。对，你是不是变化好大？你是不是吓到了？还是你迷路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先
回家整理一下我的宝物们。那你去挖矿的时候，请帮我带一点深板岩碎石，可以的话带个6到8组就好。没有，你要这乐色东西干嘛？它做成建材的声音很好听，而且它那个作为内装的话不错看。这我想要。好了呢，来熔炉这边看一下。等一下。老鼠，你知道？没有。你们也找到那个龙源了、啊？这很好找啊。走了，不是要挖矿吗？熔炉吗？不是要看这里啊？这个是龙螺，你看懂吗？看不懂，就要看地图才比较好懂吧。啊，比中间这个箱子是放碳的，左最左边的两个箱子是放那个是放矿的，右边那个是食物的，然后下面就是收集。好嘞，就这样而已。那、啊、你们都不穿、哦？你们还有挖到那个地狱玉水、啊？没有，这是地狱砖而已。哦，吓到哎、欸！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认识。先做装备好了。我都空装哎、欸，一定要穿吗？穿的比较好。不穿就不穿，穿的比较好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在前面哦。谁要在前面？我要在前面。有我的。啊，没办法啊，谁叫你那个往上拿那个？我怎么吸到一堆那个？嗯，没有，那个是我快穿坏的，我直接把它丢掉。哎，科技员工，又要当坦，又要当矿工，又要当伐木工，要当战斗员，还要当什么？还要当建筑人员，好嘞。好忙哦，真的。哎，谁给我放水？啊，你要怎么？啊，你要怎么收回来？你有想过这事？我收了，啊，然后还没洗那个而已。新加坡哎，啊就啊，谁叫你前他身边下面不放水？为什么他退的好慢啊、哦？为什么？你猜猜看，这根本没有在退。哦，他有在退了。缓慢式下降。啊，你有说吗？哈哈，被踢死！哎，结果这个还是跟着那个旋转机转的，那水流还是跟着那个水旋转。哎，我们家还没有鸡耶，因为是搞鸡呀，搞鸡，你要搞鸡吗？好像是这一条吧，我记得是这一条吗？嗯，可以另外再挖另一条。我要先把水桶给放下。以后就可以直接跳下来了。
所以是哪一条？我不知道，随便挖一条啊。先挖一条，那我想一下要从哪里开始。这边是今天你的牌位要给谁呢？进到故宫骷髅的这边，往前一点点。你跑到哪里啊？我们的矿洞。哪里？你们矿洞是哪里啊？矿坑就是那个鱼骨挖法那边啊。啊？我给你做，我给你坐标。哇，都不揪我的哎、欸，好扯、啊！我以为你知道哎、欸，我以为你知道我们都去哪里挖哎、欸，所以我都没有讲，我以为知道。我想说，每次我们说去挖矿，好啊，走啊，然后你就开始在挖了。负二二。我以为你知道。还有什么？那个下面有个水池，你直接跳下来就好。可是你要非常准确的，非常知道说，就这里，你要跳在水上面。五二二。阿娥，还有接下来是什么？五二七，负四二七。五二二还是负四二七？我还是给你密好了，密找。我直接前面开路好了。反正这次我的目标就是那个砧板岩而已。那你手上那一把是效率吗？效率耐久。嗯，效率耐久。二十五颗哎，这个螺旋洞哦，可以直接跳下去吗？可以。可是你要中央的洞哦，你不要，你只要一动的话，那个就会那个了。你会摔死。对，你会摔死。在哪里啊？你们都随便挖。嗯，随便挖一条。不过我们通常是一起行动啦，因为说。会有比较多的，因为只是我懒得挖而已。没有错，哪里啊？他想要当监工而已。所以你们在哪里？嗯，在往哪边走？找不到你。我回去接他。好，我先挖我。没事。完了，我也迷路了。我来了。你在螺旋洞这里的吗？我回去螺旋洞那边，我应该还记得什么？对。鱼骨挖法的恐怖之处，会迷路。没错。你就知道我们之前挖了多久了？不准你跑那么快、欸！因为我作弊了。是边跳边那个。对，那个很耗饱食度，你没有食物的话就不要乱搞。真的，我们都是带一组出来的。我也是啊，我带一组牛肉。看你两个进攻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抢着要先挖那尾牛、啊。没有啊，那你挖隔壁那一条啊。隔壁那一条，那我不就比他快了？对啊。啊？不是，你不要往。好。隔壁那一条嘛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如果你没有看到矿的话，跟我说一下。乐，那个。这个矿，我们有幸运可以让那个让红红挖。
做一组火吧。你缺什么跟我拿就对了。五级兵。可是我没有那个，你没有带木头吗？我没有带到。我有，我带一组。我带接近。那我还要带一堆木棍。木棍我只有16个。在做野号，要不要看？嗯，不要，不要。探洞穴就先不要吧，因为对啊，现在毕竟我们的速率比较高。啊，是这给你，这借你好了。来来来，这给你，这把先借你，因为挖比较快。你把丝绸之术借给他。对。没事，这样挖出来的石头就不是那个石头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要的是那个石头。你那个生板岩，你再另外找就好了。生板岩我自己在挖了，所以没关系。哦，真的好快啊，特别的舒服。不过你在挖矿的时候要换回去铁镐哦。哦，对，不然出来的好像是会是矿物。不然你要放在，不然你就要卡在路中间给我挖。这个是什么？钟乳石吗？这是一格水也好意思，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。这是钟乳石。这些嘞，这是什么？哇！钟乳石方块。对，钟乳石方块，我们家有。可以供你啊。都会有土，会有啊。哎，干！哎，不小心挖到了。哎，不要这样！不小心挖到一颗而已，不要这样。气！生气！生气帮出洞。干！我挖到你们的洞了。对啊，你就继续啊，因为我们就在你隔壁那条挖呀。回去挖矿，没有矿我了，挖就好了。啊，幸运山。对啊，幸运山挖比较多，你就继续开路就对了。那帮我多挖一些煤。煤炭你自己在那个熔炉里面自己取掉啊，抽出来，直接抽。抽出来。因为那边里面我们会放大量的煤炭，基本上我们就会把炭全部丢在里面，就一路丢，欸，一路丢掉了。那这样你们要怎么上去？叠上去啊？啊？那么我们就一路回去啊？对，一路回去。好，你叠上去还要再找路回家，那一步在这里找路回家还比较快。我的火把啊，姐姐。嗯，没关系。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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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把我的火把打掉啦！那等一下你们要帮我做工作台，因为我现在身上就大量的那个。没有问题。因为我得一直疯狂往回走，然后再往前走。你们就只要一直往前就好，没有错。而且意外的挖这么久都没有遇到什么，还没翻车哎。翻车？就是挖到一般遇到洞窟啊，或者是遇到岩浆之类的啊，岩浆的。那时候我们通常那这种挖法都会换另一条路。又挖到你们的洞，没有，那是我挖的。
我在做，哎、欸，我在做标记。哎、欸，你起嘞？就是说，哦，我刚刚这边，我刚看到这里，哪边我还没看过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做标记，要、啊、不然我那个、啊、老人会忘。你不要，怎么说呢？第三有工作台、啊。你们要过来挖那个吗？干，翻车了。你们要不要过来挖那个紫水晶？还是就转了？不要了。哪里？海底峡谷。找到海底峡谷。我会过去，怎么过去？我会挖过去吗？哦。耶。你慢慢挖。海底峡谷没有氧气，用丝绸之术可以把它挖下来。对啊，嗯，一般的也可以啊。可以。用火把嘞。翻车啦，风风。我不会掉。还是它还没长好。你要用稿子挖。再掉一个而已，紫水晶晶处。一定的、啊。没有啊，那个啊，有些还没长好都不能挖吧？可以啊，都可以挖。没有啊，有挖掉，挖了不会掉、啊。挖了不会掉。你确定你是用那个挖的吗？我是没搞、欸，哦，要用那个、啊、小型紫水晶，这个可以干嘛？望远镜跟紫水晶方块拿来做。嗯，往左走啊。左是不是好？嗯。今天的幸运方向是左。牙床是不是不能挖掉？全，你其实全挖就好了。反正我们也不是很 care。如果你要挖的话，你挖；你不挖就算了。牙，那我挖一些回家，就随意就好。很哦，干你娘！这车翻车速度极快啊！可以拿来坐楼梯。干嘛？啊，那个紫水晶的话，看你个人啊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们家里箱子里面有。啊，这个东西。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挖得好疗愈哦，两颗。峰峰，你要不要过来一下？好。可是我手上没有火把。嗯，那条路会升怪。我挖到岩浆。你刚才没有用啊？我没有那个、啊。没。我挖到岩浆，然后那个、欸，然后它有一个水，刚好有个水池在旁边，然后一挖开它，你自。立马帮我咬那个洞，那就往里面挖。干，又翻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那就往往回走。没料了没料了。这边吧，这边。接，点击。右边。翻白眼，碎眼。歪住了。垃圾丢掉。毛毛，你要不要这个？我要。你们是要生板岩碎石哈？碎石。对。我想拿那个在那个地狱盖的。历史哦，挖了好多组啊！六到八组就好。以后做地下室，我可能就用这个来盖。看起来好豪华之类的吗？没有啊，看起来都比较阴森阴森的。啊，地下室不是？你就从旁边开始继续挖。边，隔两格，然后继续挖，隔两格继续挖这边，然后没有，这边，发车喽，这里，这一条网，哎、欸，没有这条，天哪，我挖了这条， okay. 两格这样子，差点翻车，然后你要随时注意一下你前面有没有什么岩浆之类的。所以这是你 W 不要第三组，
嗯，暴毙都有可能。挖着挖着掉下去岩浆里面，还要边挖边擦火把，好麻烦。你放右手不会哦，你放左手不会啊？翻车了，各位。回头。啊、可以放吗？可以啊。那怎么放？哦。F。翻车了，翻车了。那就往右边，继续往右走啊。嗯。啊？怎么乐还在挖？水下矿洞。水下矿洞都翻车啦，翻车之后就往回走了。你往回来吧，这里。我想一下。砾石在这边，砾石与砾石中间有一个空间，那就这里了。对啊，哪边、啊？这里往左，右，抱歉。往左吗？对对对。我感觉这边一定不会翻。嗯，过去。就吃走吧。你觉得这里不会翻车？听到岩浆的声音了。先不要。峰峰，你要工作还跟我说。有钻石我挖就好。这样峰峰挖。因为他这样子的话，我一挖就是大概30，大概半组了左右。看好扯、哦，幸运山就很扯啊。就是为什么可以那个？黄金呢？继续往前啊。如果你有吸到什么那个原矿的话，你就给我啊。总之。挖到矿就让峰峰挖就对了。你为什么不用火把？你到底在干嘛？火把，你可能要来捡一下东西哦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这样子啊。岩浆，怎么用的？就是在挖掉的那一瞬间，挖掉的那一瞬间用那个。你们前面有岩浆哦。啊呜，钻石。卡到我的路了，等一下。哇，这样子鱼骨挖矿的话会比较容易挖到钻石，因为它是结果，它比起洞穴的初级到钻石的几率更高，比洞穴还要去找，因为你找到也找到那个高度的洞穴，你也不一定找到钻石。你用找那个洞穴跟探索的时间去来这样子挖，找到钻石的几率跟速度比较高，相对来说。很有效率的挖法。所以我们要去地狱挖那个吗？那个之后再说。那你要注意，你前面那边有一个钻，不是有岩浆。那个岩浆小小一石而已。你要记得铺路、哦。输掉了。帮我挖一下。帮我挖一下钻石。我又不小心挖到一颗。等等。怎样？乐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什么啦、啊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怎么？有事再叫啊。这边。我会比较推荐把这两条路给捡起来了。
因为你在往回跑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不小心掉下去。好情绪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钻石了，我找到热的钻石了。我前面那边也有，在洞里面有黄金。尽量不要往洞里面走啊，因为如果你没穿装的话，更容易挂掉。对啦，相信我的技术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困难哦、喔。你遇到怪你就来不及了。你要知道，古力怕怎么炸怎么死哦、喔。我们古力怕最喜欢从人家屁股弹出来，然后自爆了。前面有岩浆湖哦，往下的。乐，冲出五十方块。那东西不用管。乐，干嘛？你什么时候杀过来？哦，我那个已经远到看不到 ID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要继续那条继续挖。就在那个、啊、在他旁边再开一条了、啊。这边中间有钻石，你都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个被我挖走了，笑死。那个要那个喽，工作台。好。在地上。乐，你又跑哪去了？洞里面。你怎么那么喜欢跑到洞里？别人的洞里面。我想看一下洞里面有啥。前面有一点小翻车，不过可以装没看见。我先装没看见啦，爸爸。头上有铁矿，你看这一条就没有翻车了，我预感中了，还找到一堆洞。从哪里来的、啊？我忘记了。啊、完蛋！看一下，你看我们 ID 啊。哦，看到了。你看到？看到要穿。我想说，我们鱼骨挖法会有一个坐标永远不动，就我往这个坐标走的话，可以找到我。哦，你们的那个洞哎、欸。刚挖的那个洞是负四八八，负一八八，四八八。真的找不到你们刚刚那个洞了，对。哎，还敢乱跑啊？这边，你往这里，你往这里跑，高度四十二。有库里帕，你看，跟你说了不要乱跑洞，不听。你就该庆幸你身上的资源是那个普通资源。你出事还没事啊，我出事就有事了。对啊，风风出事最危险。我身上带了大概93颗钻石。这个很伤哦。啊？告你再告诉我一下那坐标负多少？你按 T 就可以看到了。是一负四八八，你往那个方向走，然后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那条路。高度是高度十二，要把你高度压到十二，然后一直往那边走，
之后可以找到那条路。为什么？是其他？对，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鱼骨吗？对，没有错。还好这边遇到一个很危险的钻石矿。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他那个我们那个效率搞在那怎么办？晚呢、啊？没有，那是抽是抽之处啊，没关系，他捡得回来吧？应该，哎、欸，小心，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危险这个。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说真的不要乱走？没装真的是要，这是最安全的方法了。即使你有装，其实鱼骨挖法还是那个、啊、最有效率的玩的那个挖法。这我想要装没看见。挖到一堆峡谷。哎、欸，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完蛋！我死了。能捡多少？剩多少东西？我不知道。你要知道有小僵尸。唉，我被一个大僵尸打下去。天哪！该鱼之僵尸捡了你的钻石剑。好，别忘记我。不过你应该是，哎、欸，你是效率高吗？对，效率高，我效率高，你看看捡不捡回来？那意思没有被喷掉了。可恶！带我走。五四八八这里。是不是什么都捡不回来？我刚刚在这里死数掉了。对啊，我东西都自己经营上去了。那刚刚那个我挖到的那个洞在哪里啊？你挖到那个洞？对啊，我猜。挖到那洞。你这不进有点困难呢、欸。数掉那个洞在哪里？哎，最不要紧的东西倒是留了下来，那就下去。往回走。回走。嗯，你要注意哦，五分钟后就没了。我们等下回去拿吧，我们重新整装。往回走。你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吗？我。这边吗？这个？嗯，那个洞。这个洞。对，就那个。加。他死哪的？我们回去整装吧。欸、风是这个洞吗？我们停在。对啊。应该就是那个洞。没有，我说他死掉是那个洞，没有错。对啊。我们回去拿。对啊。我没有盾。嗯，盾留给我好了，我就不给你了。这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们需要那个的原因？有没有插火把？我不插火把啊。啊，不知道，好在东西没有不见。耶、yeah ！还有蜘蛛。走啦啦，走啦啦，不要看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蜘蛛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走走走，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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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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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没盾，我不能跟他硬扛。来了，上来了。我还有一个附魔的东西没有捡回来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你还有一个附魔都没捡回来？哎、欸，你的钻石镐在，可那个有一个亮亮的东西，不知道啥。哎、欸，应该被夜猫吸走了，所以应该没有。是啊，下面。我那个盾没啊，给你们。可以，先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找不到了。我好伤哦，天哪！这一趟太伤了。但不过也还好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对啊，怎么？对吗？出来，这里，在岩浆旁边。
他妈的，那、啊、怎么麦块玩的跟塔科夫一样啊？好累哦！我的火把不见了。没关系，非常小事。我喷了才是重点吧？对啊，风风喷喷的最伤哎、欸，是最伤的一个。我的效率稿喷的也很伤，靠边。效率稿还好，效率稿还好付，你知道吗？信誉不好付、喔。哎，都不是不是很好搞。我身上还有一点等级，可以帮你拿去付。哎，难过，又掉岩浆。对，这个不是我自己跳的。看一下，往那边走。你点你点，我在认路。这这边呢、啊，反正只要……哎、欸，哪里？你们走哦，你们走那一条。啊！你只要走往某个地方那个地方走，你永远你一定可以回去的。没有，负两百，负四百。在那里坐标，然后一直往一直减就对了，然后把那个坐标调到那个那里附近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坑坑洞洞的，不好走。你看。有人挖完下面的东西都不填填洞的。哎、欸，但我没有找师傅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，我忘了。你没有东西吃吗？有、啊，吃很少、啊。好吧，然后分你点食物的，看起来你们不需要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有 Google Map 帮我们带路。这里，我、哦、空白键才按得够快、欸，我就跑得够快、欸，好舒服。欸、你要拆掉啊？这个，是嘞，有啦有啦，回家了。负两百，负四百，就想办法、哦。对，我想起来，那个是我不小心放到的。我在盖地下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放到的。抓到！然后你身上应该没有等级吧？我等下再去付一把那个钻石搞好了，然后再去刷一下等级，然后你们就趁现在去全装装，还是我先把东西给你们？不用不用，我账都可以弄的弄出来，做得出来。那么主要是你先帮我弄，我这样子时间下来可以帮你们搞。你要弄什么？那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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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刷的。煤炭是放哪里？煤炭放这个，我开了这个。然后里面还有个钻稿哎，石头蜘蛛。这个是旧的那个吧？没有，就那刚刚跟你说新附的那个。希望我不会喷掉。应该是不会了。那边很安全了、啊，效率是幸运三。那少一个烂酒，啊，没办法、啊，拿去。好。你们家里先搞一下，我。我们去。啊，对，那个水桶也自己准备一下，然后木头挖一下，东西，农作物收一下，就也就差不多了。啊、哦！我忘记带弓了。怎么柯南？我忘记带弓来了。
看我哦，有一我本来有的，可是掉了一点，融掉了。哎呦，好多竹林！我在死前想尽办法，用尽一切办法往高爬一点，让东西掉的高一点。结果掉的都是没有最没有关系的东西，好惨！哎，金剑好痛哦！哇，这是什么客房、欸？嗯，客房，医疗室，那是医疗室啦。哎，切个石头，做个装备。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如果我把开口开到左边的话，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石头够高，所以说他们是可以就斜着跳进来的。没有啊，到时候我弄通道接起来的话，那个就没有那个了。我知道，所以不成问题。我先做装好了。嗯，挂下机。啊，那个你想说做一下装吧？对啊，做一下。最容易。最容易死就你们俩了。并没有。啊，谁叫我都走前面。大干，等一下。抓到。我不小心按到 F 六。看你抓到，我原本要看那个同期，然后忘记关掉。死亡次数，哎、欸，刚我也有七次、欸，我不止 ID， 看一下统计里面有个叫做死亡次数，看一下玩家死亡次数，这台。距离上次死亡。十一分钟，真是很悲惨。那、啊、你是十几次？再看啊，39次，39次，没有错。哎，我都要吐了。然后去厕所。这世界怎么这么的不友善？我在想，那个你们要，你们要现在，你们要马上去挖矿吗？因为现在5点了。现在马上去挖矿，可是，要5点喽。我不知道，我在想，我现在挖矿为什么？现在钻石的存那库存量已经够我们去搞，就是搞不完。我挖矿主要的原因是那个生板岩。我们现在其实缺的是木头才对，木头跟经验。可是你要生板岩，对啊，是还好的。帮你拿刚刚那一把去挖矿，去挖那三百年。刚碰到木头好像会烧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？岩浆碰到木头好像会烧起来。对啊。差点把我家烧了。有在搞？你们有人来地狱了吗？哇！被攻击了！刚刚攻击我的村庄。哦，那两个，那两条是我画的。
真尼佛罗培兹。我觉得你不用，你先从你这一条盖出去就好了。你从这一条，从这边盖出去，然后，你从这边盖出去啊，从这边盖过出去，然后那个东西我再打掉的话，看你要不要打掉啊，我再到时候就重放一次就好了。好，你一话讲完就跑掉了，好，我本来想说你，我给你那个材料，然后你框起来，来不及了，因为我急着回去附魔，想开奖，抽卡，急着回去抽卡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我家里是木头做的，然后可是我要放岩浆，那就拿石头把它围起来就好了，可是它没有，它还是会烧起来啊。围好就不要，只要在周围还是会烧。哎、欸，幸运三那就三嘞，啊，怎么少一个效率？我不知道。哦、啊、呦，怎么不就少半点？赢啊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反正都幸运三了，你们就可以直接下去挖了。没有，现在没有要去挖的。那我直接盖在外面好了。嗯。要在外面、哦、他在我家门口啊。垃圾桶，你不一定要，你不一定要那个啊，你可以用、okay. 用岩浆，岩浆还比较好一点。岩浆长得怎么样？看，岩浆就。就那样，反正东西丢上去，它就会自己消失。把你的东西变不见，变不见，变不见。还是你要的？这三百年碎石，对。你不是要给我？哎、晃一下。你要哪里开出去都 OK。为什么三个？有那个做不定在附近。我想想，三百年碎石啊，乐乐乐里在哪里？你有多少种？乐乐乐，他在哪里？他在主世界。谁在哪里讲什么？等一下，别再写了。我在他家。好，我要去你家干一下那个三百年。只有27个，其他的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只有十七个？二七，我等存多一点再丢给你就好了。好吧。哎、欸、哦，你真的要说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你地板要换，啊，这个是很好看，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你地板真的要换一个颜色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先弄那个灵魂火把，然后插那个，插在主通道上。那个地板要换什么东西？你那边有岩浆吗？嗯，地狱当然有啊。帮我带两桶回来。嗯，没，哎、欸，我有水桶。哦、可是你要很久、哦。因为我毕竟我不是马上回去。自己去捞好了。对，我觉得你自己去捞好了。
地狱幽灵啊。魂火把，好看。来放在这种阴森的地方最适合了。掉下去。先不要。第一次到地狱哦，热热热！哎呀，亚西郎。朱古力那个叫声真是。带一桶，带，这样至少到一桶，那就带一桶去。你要小心哦。你是要做护城河哦。无限岩浆。我只是要做无限岩浆而已。你们有做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我不知道那个原理是什么。用钟乳石啊？这不是废话。然后我已经做好了。有空随便看一下就好。我要换成这样子。嗯。哦。那你哨塔不做了。嗯。
我想把它买起来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哎，安娜娜，听你说，听我说一句，感谢之水。哇，现在这个点还有人啊！不错，该起床了，各位。该起床了，该起床了。起来嗨，起来嗨！睡什么屁？我们早睡晚起。怎么睡？不用睡，早起早起。早起早起。只剩早起早起，没有错，没有睡，早起早起。我们就把这边地方给埋出去好了。好，变成那个地下碉堡了。这边就得填平，知道就麻烦了。盔甲架怎么？主要是就是不要让他那个盔甲架在哪一个分类啊？盔甲在那个矿物箱的右上角，那边有一堆工具啊，什么装备之类的，塞进去就对了。其实装备是另类，只是你一直放错而已。什么？有分？是啊，有分类过吗？有啊，看不到。花拢花没啦。哦，你们有做了？有做什么？我们做装备了，盔甲架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也做。对，就材料在那个箱，在右手边另一头的箱里面。盔甲座是平滑石头做成板砖，然后组合那个木棍。哦，对。你要不要给我材料？没有了，没材料了。没有了。刚才对啊，刚刚想要说跟乐乐乐打一下，那就只能这样填了。他只有几个，先填嘛，你要。因为我看了，现在好像已经可以运作了。差不多了。对啊，那可以不用先填了。哎、欸，沙小，沙小，有那个啦，猪人入侵啦、啊。那你就最好不要等下被搞偷袭，跟你说。我们要还没有做门呢、啊，因为现在做好了。嗯，不会哈。这个我们就看他们有没有要就是去以弄大小的，哎，这样。嗯，另一边有吗？我们另一边有吗？啊，不然他们会从另一边过来啊。另一边过来，你是说地狱门那边？对啊。还没。没这么多材料啊，姐姐，刚刚丢了一大堆啊。嗯，稍微挡住啊。稍微挡住，没有材料。超级简陋，没问题啊。没毛病。但能稍微挡住。树旁边长了一堆地狱石，你们用它关注了什么？村民僵尸、欸，村民僵尸，僵尸，那个不要杀掉，那个不要杀掉，你要它干嘛？变成村民啊？
把它改造成村民。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先把家给盖好，这才是个重点。然后问题是我们家都没盖好，啊，为什么家没有盖好呢？那就是没有材料。你要知道木材这回事急不来。唉，开始吧，搞得好像我不想把家盖好一样。哎，我听到中间珍珠的声音，可是我没有盾，我不敢玩，先不要。村民帮我们挖树啊？会吗？零。这边有那有楼梯，这边有楼梯。培养老公啊。培养老公，你有想培养老公吗？好，灵魂火把先放。好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离开一下。好，我要先砍树。哎，有人在砍，好哎。直接种回去哦。树苗也可以烧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当0.5个燃烧单位。那煤炭是几个？煤炭是8，一个煤炭可以烧8个东西，一个树苗可以烧0.5个东西。要吗？搞啊，哪次不搞？我爸妈都快起来了，我还在熬夜。我还睡。抓到！你看看你，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早起，早起，早起吗？早起，早起，早起，早起。你们有人踩了我的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，你把这个城墙来盖这个、哦，真的？对啊。我原本打算把这个城墙把它围起来的，还是说我把这小块给打掉？喂
为什么要把它打掉？因为我在想要把外扩，因为太小了，就是那边绕一圈过来，绕一圈。像我们那个，我们就不用填墙壁了。你们放进去的东西扫完了？扫完了吧，该。你们放进去吗？有啊。那接近九组的铁跟三组的金，你们把铁力把它拿去合成一下，行不行？谁？你们呢？有我了，这个没有耐久三消耗好快啊！等一下，屋顶都盖好。也就那一点点呀。那你们楼上是拿来干嘛的？楼上，一村民走的。一村民走的。村民会在上面走吗？会啊。如果我们把它困在我们这里面的话，我们就会到处走啊。所以这是理论上会，通常吗？理论上，那实际上会不会我不知道。风风材料来喽。你们家是填起来的，那这样要怎么盖地下室？啊？超盖啊！我们有留空间、啊。早餐台。早餐台。没有，不是早餐，节水爸爸。没有早餐的台，我们的煤炭还是不够的，天哪！你们怎么会把金元矿拿去烧嘞？你是不是傻？金元矿要干嘛？金元矿不能拿去烧。啊？那拿来干嘛？对，你要把它分解掉，再拿去烧。太悲催了。没有分解吗？你没有把它分解掉啊？真假的？要怎么分解啊？自己分解啊。我要变成金元矿力吗？没有啊。我进去，我刚刚放错了。我把那个。来，先岩浆盖好了。嗯。Nice。哎呦，有那个鬼东西出现在我们家了。哪
跟着两只羊驼的鬼东西，他可以用绿宝石拿来跟他画色色，好吧？鬼东西是啥？扎根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要他可以换扎根土哎、欸，那我要拿去，我要跟他换扎根土。扎根土好像不知道可以干嘛，我印象中，还是他不能干嘛？知道啊，你还是不知道啊？你们为什么会？我不拆看，我还不知道你们有人把那个，我要把那个流浪商人给关起来，还是我们把他处死，然后把他羊驼抢过来？他还有缰绳送你哦，把他干死的话，哎、欸、对，把他干死他会给我缰绳，两根啊、哦，两根。峰峰，你知道你的那个哨站不太行吗？啊？你的哨站啊，挡不住啊？找不到哎、欸。什么叫做挡不住？你的哨站怪怪的、啊。怎么说？很难说哎、欸。就你那些猪人都会掉到下面去啊。会掉到下面去是什么意思？打不到他、啊。哦，输掉了，输掉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。Yeah. 很难解释。总之，他没有把猪人挡在外面，而是他我怕被他羊驼打死进去了。哎、欸，他羊驼是有经过训练，是不是？血怎么那么厚啊？羊驼本来就很厚皮啊。耶、yeah, ，杀掉了。中介箱要怎么做、啊？先不要了，先不要。我们再收集。对啊，先不要，现在先不要。你要知道的话，就直接告诉你是黑曜石跟中介之眼。中介之眼是干嘛？对，要用什么做？中介珍珠跟炼粉。哦。现在先不要。OK。我们还在那个收集通往中介的材料。有没有人把垃圾给我丢到那个熔炉里面？是我。我要看到八颗马铃薯。然后来采甘蔗。老实说，其实我们的煤炭还是缺的，因为我们煤炭并不是多到可以把那个可以把这个箱子给塞满，就是前面的箱子。欸、所以还是算缺。挖煤、欸。我们去矿坑挖煤。是准备休息了呢。差不多了。起来继续挖。然后我的通道快我。快盖好了，还没听到啊？不然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你可以拿那个拿去挖。所以只能做书吗？是，对啊，你还可以拿去跟。证明换那个绿宝石。嗯，到时候，哎、欸，等下，哎、欸，到时候传送门，那只是暂时的哦。那个到时候传送门，我们还要另外盖，都在找地方，所以那不是固定的。是地狱的传送门。对啊，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磕头？不知道，再高一点。感觉好挤，我天啊！是很挤啊。单隔关它不香吗？不允许第三者出现。
对，你是说把它挡在外面那个问题？对啊，我看看都什么东西了。没料了是不是？这边还有24个，给你。哎、欸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帮我打，帮我打，帮我打。打不到啊！挡住了。我直接残血，我天哪，好痛哦！痛啊！我、哦、他妈直接残了。书可以干嘛？附魔，或者是做书柜。书柜，可以多做一点没关系。反正之后我们也需要，之后会需要，为什么？附魔台。哦，书柜是拿来强化附魔台。那我做十，我可以做14个。受伤掉落吧，是会掉落受伤吗？会啊，所有生物都会，除了某些会飞的不会。我觉得你可以再试试看吗？我把它改过了。我先去把弄一下材料。啊，书柜做好了。我把我床旁边变成书柜，应该他就会走进来了。啊，还剩下、啊。9个书柜，好、啊。这旋转梯被我越挖越空了、欸。我要把那个拆掉了。哪个？地狱。嗯，为什么？那我这个通道就废了吗？是。你是在搞吗？我。那你拆了要放在哪里去？我觉得这个拆了不是不会通。所以你们今天又玩了一整天的麦块。类似。差不多。你们附魔台放在哪里啊？家里熔炉前面，大熔炉前面。哦哦哦。然后继续放吗？照你们，不要叠到第三层吧。嗯，叠到第三层。书柜啊，我放好了。书柜。还剩下6个。还是什么？书柜放越多越好。没有啊，它有上限的、啊。它上限我们早就到了，你再放上去就只是装饰而已。哦，它有个上限在，我们的已经到上限了。嗯，赶完地狱门睡觉。有没有人在地狱吗？没有。公说我们会需要，是因为我们要多做几个那个附魔台。是龙啦，那个是夜魅啦。他可以睡觉，他会跑出来。他会掉什么？
夜魅皮肤，那个可以做什么？浮肤药水。有地狱门搞位置了。对，有一个洞，然后下面还有床。这个是阿明的穴，要把它填满。有空就可以填。他能填满别人的穴。我也想填满他的穴，换。你有空再填啊，这个他那个蛮深的。为什么？哦。完了，我稿子快爆了。五组多好像还不够，让我我吐了，以后再说。组多这样。那个风风，嗯，你刚刚不是说有附魔附到那个耐久星云吗？嗯，我在想要不要跟我现在这把合在一起？这边，啊，咋地咋地 ？OK 哦。是啊，我们只要在我们家的每个角落都养的猫，他们就不敢下来。你说鬼怕？那个夜魅猫。夜魅哦，夜魅也会。他会怕猫。他怕猫。他怎么没有掉？不一定会掉。几率很低啊。高。大概打三次会掉一次。没有，我刚打三只了，三只都没掉。大概的。哇、啊。那就是你衰了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运气这种东西，唉，没有天天在过零的啦。我在想我怎么进去。妈的，这个建筑师都没有想过出入口这个问题。哪一我家附近哦，同一个，还盖同一个吗？同一个，哦，不错啊。因为我记得几格以内都是同样的，应该是64格以内都是8×8，64格以内都是。那、啊、怎么又给我长一只这个僵尸族人在我们那个通道里面？我不知道，怪。可能是这边生的吧，这边没有火吧？好吧，先铺个楼梯。
右边那个傻笑。我看，我看。有啊，你看，但他们也出不去。安安啊，吉吉雅雅盖了好多东西，没有错。哎，雅雅雅雅，雅雅都醒了，看，看我们到底在冲阿小，我们在早起早起，天哪！早起早起，撞到头，我就搞。你没睡在 DBD 哦，哦吼。这些为什么我们家的荧光石不会发光？会啊，会啊，是只有你的不会发光。什么？是只有你的不会发光，不是我们的不会发光。往 R20的路上努力当中，这好好哦。那个东西是要需要努力的吗？躺着就能掉分，顾名思义，真正的躺着。躺着，爬来爬去。爬来爬去是啥小？啊，躺着吗？你说？你说 DVD 里面躺着，我就只想到那个爬来爬去的画面而已。躺在地上爬来爬去，不让队友救。你刚刚说爬来爬去是说，在床上爬来爬去，我就想说傻小死啦，怪老子不要停了，老子在中间这一个，你们刚刚有杀牛吗？啊牛，你们有那个吗？杀了，然后东西都在箱子，都在箱子，29个没记错。耶，我可以做一堆的。至少我们家繁华起来了，可是还是没有屋顶。你架靠呗，没有错的啦。繁华是繁华起来，可是屋顶还没盖好。
我其实根本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他说他家放了一堆灯笼。我们家。哦，我们家。可以是可以啦，但是尽量不要点到头油，其他随便。靠到自己头。好像懂了什么。开心。他笑得如此开心，他有问题。哎呀，是一个早起早起的健康作息。灯笼可以浮空吗？不可以。不行，他一定要有支撑。那请问你的哨站要盖起来吗？什么哨站？你的那个。你给我材料啊。没有啊，我现在盖。你给我拆了。要不要盖起来？再盖了。好，帮你盖啊。再盖啦。你就盖啊。他问你要不要盖起来，所以在。啊，你要盖你就盖啊，你不盖不盖啊。哎，没差。就是我盖起来，我要怎么把主人找过来？你就站在原地啊，他那个范围很大，就等他自己过来就好了。你要等它生成啊！有没有聊到那个猪？你们是哪里屋顶没盖啊？上面真下方。你要拿材料去盖吗？哦，这里很多木头啊。对啊，你在哪里？这里要盖吧？这个要盖，这个要盖。猫猫，你那屋顶终于盖好。真的假的？你那房间的屋顶。要哪里？太好了。对对对。这里要吧？不用淋雨睡觉了。那里。可以要吧，也是可以的。这边，主要是这边啦，这块。哪一块？你有看到这种形式，你就照着这种形式，这边要盖，就是这种农田跟走廊都是这种形式。这边有两条。妈的走廊，妈的走廊，你光是下面吊一个灯人是怎样？有够多余耶，天哪、啊！啊，反正这种形式，然后盖起来这样子，材料在箱子里面，就这样，没了。好麻烦的，很麻烦啊。然后我们还要一堆的栅栏。还有发射器，什么栅栏？木栅栏。这是用半砖填的、啊。对啊。你有给他材料吗？有，给很多、啊。那反正不够的话，自取。有看到那个仓库变更好看了啊？有，但是很丑。还行。没有，我那个只有半个屋顶的房间丑。那你们会想要盖那个吗？那个告示板还有剩吗？有吧。短的给你们吧。这样。嗯？这样你就给什么？没有，就想说你们要不要盖那个围墙？围墙？哪围墙？觉得有跟没有的差别很大、哦、差别很大、哦、没有，我觉得现在唯一要先做的就是先点亮家里附近的区，不然到哪里还是被打，还是会被揍。这边是平原，更有感。那我们屋顶要先盖起来，盖起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说哪边真的是比较暗的。盖起来
旁边有银夹。我们叫苦力夹。银夹。银夹。我们叫苦力帕。农田里面有苦力帕。农田里面有苦力帕。哦，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，因为我没有擦亮。你看，设计师在搞。不是啊，主要就是那个我们材料不足的原因啊。没有吧？我把才没有错，材料不足的烦恼吧。真的就是材料不足啊。火把呢？就火把，主要是那个底下也要弄好啊。你上面要弄好，我底下才能做事啊，不然我不能做事啊。把。没有，我查一下我的灵敏度。好了，我的房间名字标好了，标好我的房间 了。你是不是改错了？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好。没有啊。没有了。这一条都是要用那个这个木板砖做的。没有错了，主要是高度的问题。他们今天下午因为高度的问题，所以拆掉重改。应该是两次，也还好了，也还好了，很少了。要重盖的部分。书柜有空的话，去天。书柜有空的话，再多做几个吧。到时候地狱啊，还有那，那个神怪砖那边都可以用。书柜跟神怪砖有什么关系？有神怪砖，就我们那边底下有个神怪砖，我带你过来好了。那你来看看吧。刷满了，然后可以立马附魔，不用跑来跑去啊。对啊。你要来吗？还是就是你自己去找？在哪里？对。嗯。对。就是这边有一个，这里往下走。然后再往下走，到了这边好像是往哪个方向走来着？这里，对对，这个吗？到了中介这里，这个声音，这个你就按那个 Shift 往下。打不打的？那过来。打。上面有个神怪，上面有神怪砖，所以你在那边等，它就会自己掉下来。但是它效率不高，老鼠。神怪砖，故宫啊。对，故宫啊。那里面都没东西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木台，那你要上去的话，你就直接这个上去了。怎么那么快啊？因为我这车是水晶梯，它具体运作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下面就是我们那个、啊。就我们那个挖矿的地方，刚好住到。然后地狱门我改到这里旁边来了。然后你要上楼的话，超快，你就只能从阴架或者是那边，或者说那边，然后三个地方吧。看你们知道怎么设计的，我是无所谓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是原本要设计成一个鱼缸，跟那个前面那个一样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水，所以就懒了。到时候底部要放沙，麻烦就这样。这边看你要怎么弄。如果我们到时候要盖围墙，我们到时候盖一个围墙，大围墙好了。我们到时候盖围墙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那个。我们就不用填楼下墙壁了。我看这点有够随意的，妈的！真的，才发现。我要看烟妹烧死，看他会不会掉烟妹瓶。应该会。嗯，小。不过他不会掉金银，他不会掉金，是没掉。这个是谁的房间？峰峰，这个是谁的房间？嗯。对吧？等一下哦。
们的甘蔗田就是随便随便种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是随便种。一开始我在种水边，直接给它插满那沙子，然后结果后面不知道是谁种。这里先关台了，各位晚安。种好种满。888。这些都不是我种的。我发现了这个 OBS。